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师。OK， 下面玩游戏，下个分段前传又没有第二期。OK， 下面我游玩的是自由关卡后金判断。舵主正如梦大人所料，后金谷那些东北狗听闻咱们要开始捉捕他们，马脚便露出来，开始对咱们发起了攻击，请舵主迅速支援镇压。好，那我们先打这个。不知道有没有剧情啊？我猜应该是没有了。不过我们还是玩玩看。嗯，看起来是没有了。啊，如果是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把之前门派救援的还没有跑过给大家看的门派救一救。吧。嗯，看起来是没有。不过我们打还是打打看啊，看会有些什么剧情触发。老子拿人奉替人办事，你们别老找事好不？好，圣哥教会我的伎俩，你可还没见识过呢。连斩，孟婆的一些武功技能好像有被修改过，没有仔细看。啊，这些都还算轻松呢。然后冰个神术的范围缩短了，好像有缩短。哎，真是不好用了啊！以前是全范围，感觉这样就很无脑啊，也不是无脑啦，以前那样比较好啦。女人可不像你想的那般脆弱。然后原因出是这个内功啊。是你只要修炼内功修炼到20层都会有这个元婴出世的元婴出世这个技能出现。哦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大门入侵有冯都做靠山，万侯可有好日子过呢。你们今天可倒霉了。老大没啊。女人可不像你想的那般脆弱。好，后面的自由关卡都很小，小到不能再小，因为更没有剧情啊。丐帮冲突。好，那么这一大本结束啦。我在想说，这种自由关卡系列要不要只是剪成一集啊？这样比较快一点。不然大家一个一个看也累，我也累，你们也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朝廷水师，帮主少探发现的朝廷前来讨伐我等的舰队，若帮主能带领大伙引起，势必能提振帮众士气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又是这里，又是这里。哎呦，嗯，把黑无常，白无常，走蛮远的嘛。OK， 那个，这样子好了，看不到那边。OK， 是老子一枪，这也没什么嘛，这些敌人都很弱啊。壮举饥餐葫芦肉，小谈可以匈奴血，杀！那看来自由关卡我们就。随便打一打，剪成一集就好了，这样比较快。
好，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野兽训练、绝招讨伐、暗部清洗。有没有剧情真的是可以不用看的 ？OK， 锦衣袭击这个看一下。哎呦！还是没有一些对话之类的。要求对话不太为难人家了啊？是这样使的，刀是这样使的，是这样使的。啊，左右互搏。有没有想抓一只来玩的？好，我们来抓一只吧。我们的马身在哪里？闪屁哦！我打，我再打。哎，抓到了！白屁刀，都没什么新的东西啊。然后还有绝刀讨伐，这些不知道是不是？哎，这什么？这些不知道是不是只会出现一次，还是好几次？不过有没有出现都没差，因为这些都是没剧情的啊。好啦，再玩一次自由关卡就结束这一集好了。这个不是好像也打过了哈。哦，对，这打过了。好啦，那我们提早结束了。那喜欢频道欢迎到频道，喜欢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，你最新消息，谢谢大家继续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